大家好，请看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七面，经文第四行看起。龙王当知，此十善业乃至能令、十力、无为、十八不共，一切佛法皆得圆满。我们就念到这一段。佛在此地叫着龙王，叫着龙王啊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。凡是叫他的名字，就是提醒他，下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啊。这十善业啊，乃至能令。如来果地上十种特殊的能力啊，四无为，十八不共啊，这个三条，十力、无为、十八不共，是如来果地上特有的这种究竟圆满殊胜的德能，菩萨也没有。从这个开始，我们就明了，摄善是佛法的根本，是佛法修持的根本。疏忽了十善，就没有佛法了。如果我们要辨别，人家问什么是佛法，可以这样答复他：认真修持十善的，这是佛法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即使他出家了，受了大戒了，也能讲经说法了，或者也能参禅念佛，他没有修行十善，这不是佛弟子。这种的佛教徒在佛法里面讲名字为也，名字为什么？有名无实啊，不管怎么修，与出世法毫不相干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世间的福报他可能得到因为他修的是有漏福报，得到福报他必定造罪业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善根福报享尽必定堕落。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，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。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德相，都从十善生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三个名词，名词我们也要略略的介绍一下。第一个舍利，大智度论上讲的佛果舍利这十种特殊的能力这十种能力菩萨也有，但是不圆满，
如来果地是究竟圆满。啊，第一条，是处非处智力。啊，是处非处智慧的力了，力它就起作用了。这一条是内容是什么呢？知一切众生因缘果报，所以佛度众生容易啊！一切众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，你造作的业因所受的果报，佛都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自己不晓得，佛晓得。啊，自己非常健忘啊，都忘掉了，佛清楚。佛怎么清楚了？你自己忘了不错，你的档案都在，一丝毫遗失都没有。这个档案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啊。无量劫来你造作的业习种子全收藏在里面啊，佛能够见到你的阿赖耶识所含藏的习气种子，所以他都知道啊。我们自己这个档案这个放在哪里自己不晓得啊，自己忘了也找不到，哎，佛可以把你的档案调来看看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啊，那个调比现在电脑还快啊，电脑还要按一下键，它不需要按的，全部都出来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造作一切造作，怎么能瞒佛菩萨？你要瞒呢，那统统是自欺欺人呐、啊，没有这回事情的，啊，自己欺骗自己，自己安慰自己而已，啊，古德说得好啊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。天地鬼神都清楚啊，所以自己要想想，我这个念头，我这个言语造作，会不会得罪天地鬼神啊？也就是说，天地鬼神见到了，他欢不欢喜？了凡四训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，啊，所以了凡先生接受云谷大师教诲之后，他就很认真的当我修禅，但是毕竟是凡夫，烦恼习气很重。当第一次发愿做三千善事，十多年才圆满，你就晓得啊，他这个给这个善恶奋斗啊，是花了多少时间，花了多少精神啊。第二次发愿修三千善事的时候，两年就成功了。啊，第三次发愿的时候，做一万件善事，一念就成功了。逐渐逐渐，心地到纯善了，不自欺了，才能感动天神。啊，人之所以不能成就，没有别的，
啊，了凡先生说得很好，这古人讲的音讯。音讯就是马马虎虎、随随便便，不认真去做。啊，自己总是原谅自己，错在此地。啊，所以不能成就。啊，一定要克服这个难关。了凡先生克服这个难关，我们从他这个四训里头来看，他至少用了20年的功夫，头一关突破。啊，以后进展就快了。啊，我们要不是发勇猛心，这一关很难突破。啊，所以因果多重要。啊，如来设立头一条讲因果。啊，也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叫是处啊。什么叫非处呢？啊，种善因得恶报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叫非处，无有是处。造恶因所得善报也无有是处。啊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。啊，造恶业呢一定得恶报。啊，这叫是处非处之理，真实智慧。啊，第二条，业之力，指一切众生三世所有诸业，业是造作。啊，你所造作的不外乎三类。啊，第一是善，第二是恶，第三叫无忌。啊，无忌就是说不上善恶。这叫无忌。啊，无忌业没有报。啊，但是虽没有报呢，都落在无明里头。第三条呢，定之力，是一切诸禅三昧。啊，我们知道从色界天以上果报啊是禅定，一直到如来果地啊都是定慧呀。啊，定慧的成就啊，定中有境界啊，所以种种不同禅定这个境界功夫，从世间到出世间，佛都知道啊，所以佛才有能力度九法界众生。初禅以上，你要对于禅定三昧的功夫境界不了解，那你没办法度他，你不如他。你一定要超过他，你才能度他，才能帮助他。啊，佛是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啊，他们的禅定功夫完全了解。
第四条根之力，知诸众生诸根上下，这个根是根性。我们世间人讲的天赋啊，与佛家讲的根性呢相接近啊，这个小孩生下来的禀赋啊，天赋啊，是聪明还是愚钝，最明显的从读书能够显示出来。天赋高的老师教他这个功课一遍就能背。而且有相当的理解力，我们称为上根立志啊。禀赋差的老师上这一课，他需要念个5遍到10遍才能背。10遍都不能背的，这属于下下根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教的分量少啊，从前老师教书这个课程教多少，叫从行算啊，今天上书，这上书就是教给你，老师教给你的课文教几行，通常的标准是10行啊，10行古书200个字，这古书啊，1行20个字，没有标点符号，你看古时候的木刻版本，所以中国不能说没有科学，它有科学头脑，全国无论哪个地方，这个刻书，那是刻版的木刻版的书啊，通通是一样的，每一页10行，每一行20个字。都一样的，所以不同地方刻的要跟你讲第几页第几行都相同，都统一的不像现在的书啊，那个书据不同地方出版的，它排的版就不一样，从前完全一样所以非常方便那么这个对于下下根人，他一天10行没有办法接受啊，怎么减一半5行5行再不能接受3行3行就60个字标准是什么呢？10遍能背才符合你的程度10遍可以背10遍背不了再减少，再用这个方法。所以这个根的立顿高下了，从这个方面上很容易看出来在中国古书里头有记载，真正是上根立志每一天可以能够背6-700字这个是天才，很少每一天可以念6-700字通常200字这是普通的根性10遍能背，老师一定要督促他念100遍到200遍记忆力很强的人
老师通常督促是以100遍为标准。啊，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是一定背200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样读诵啊，他一生都不会忘记。啊，而且每一天读书啊，一定要把前面的温习一遍。啊，这个温习的从头到尾温习一遍。那么我昨天打电话问这个图文巴同学，啊，杨老师在那教他们《弟子规》教完了，我说能不能全部背下来？可以，每一个人都能全部背下来，啊，能讲，而且要做到，要依教奉行，啊，大概从今天起呢，上《三字经》。啊，我的要求全部能背。啊，这个三字经读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上古文。啊，我在《古文观止》里头选了100篇。啊，要求能背，能讲，能写。扎根呐，你根不深呐，你以后什么办法都不行啊！要从这里扎根呐。啊，听说大家学得很高兴，啊，法喜充满，啊，好事情啊！啊，这个根扎下去之后了，那我们就是在经教上下功夫了。啊，我教导同学每一个人专修一部经，啊，这个经典呢，那由你自己去选择。啊，你必须一生专攻一部，做专家，不做通家。啊，只要你有这样的汉学根底，学什么经论都容易啊，都不难了。啊，根一定要深呐。啊，你要苦学。啊，所以现在他们要求这个杨老师给他们上课，啊，希望进度加快。本来每天只上课2个小时上午，现在要求晚上再上2个小时。我说行，可以。啊，一天上4个小时，要拼命，要发奋呐！啊，这样啊。你将来才有能力何担如来家业啊！你不认真努力怎么行啊？所以我今天退下来做护法了啊，把他们培养起来就弘法了啊！我让他们在物质生活环境里头无忧无虑啊，专心用功读书啊，真的是从幼稚园读起，从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读起，从幼稚园读起啊。那从小没学过的，现在补习。啊，那么到明年，啊，我也可能在台湾请几位老先生，啊，就教古文，啊，教四书，那我们课程里头有四书，啊，四书里头最重要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，啊，最重要的，啊，这三样东西我都要求能背能讲。啊，能行，啊，孟子这个书呢，我要求的是多读，能讲，能行，不要求他背诵。啊，要真干呐！啊，所以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的高低。啊，第五条呢？
欲之力啊，知他众生种种娱乐啊，欲是欲望，乐是他所喜欢的。这个与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习气有关系。过去生中积的善业多啊，生生世世在三善道的时间多，这个人善根深厚啊，对善法喜欢呐、啊！啊，如果这个人过去生中啊造的恶业多，受的恶果报多，恶习气重。他在这一生中所表现的对善法他没有兴趣，对恶法杀盗淫妄他喜欢，所以一切众生的这个爱欲都是有根由的啊，不是无缘无故的。我们对一切众生的观察能力没有那么高的智慧，只看到表面啊，不知道他过去那些状况啊。阿罗汉的能力能知一切众生500世啊，那他观机就比我们强多了啊。菩萨那要看他的这个地位，地位高的啊就知的时间远啊，这个地位浅的啊那也比阿罗汉高明，能知道众生的啊500世以上啊，1000世10000世啊，乃至于1劫2劫10劫20劫佛能够知道究竟啊，所以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观察一切众生的机确实就有困难。因此我们许许多多的教学方法不契机啊，是用了心也用了不少精神收不到效果啊，原因是不契机啊。契机这桩事情难了，太难了啊！如果完全契机，这个听众言下就能开悟，就能证果啊！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世尊这一部经还没讲完，讲了一半就有开悟的，就有证果的啊！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阿难尊者。听世尊讲经啊，在第三卷末后阿难就开悟了啊。摩登千女在楞严会上佛讲经还不到一半他就证三果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契机。如来有能力观机啊，
啊，所以那么容易成就啊。第六是戒之力，知世间种种戒分。啊，戒是戒心。啊，这一条它的意思呢，要用现代化来说，就是知道一切众生呢种种妄想分别。戒是从分别来的嘛。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哪来的界限呢？啊，六道有六道的界限。啊，人道我们住在地球上，实在讲本来没有界限。啊，你看看现在人道里头有国家的界限，有种族的界限。啊，有宗教信仰的界限。啊，居住在这个地方，我这一家跟隔壁啊有界限。啊，所以界限太多太多了，全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。啊，要知道，你要不了解界限的真相，会产生障碍，啊，对事出事件产生许许多多的障碍，哎，你对他了解明白了，啊，对于帮助众生破除障碍，就方便了，啊，知道这个戒本来是没有的，现在还是没有的。啊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呢？这关不能突破呢？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是个错误的概念。啊，这个概念突破，才跟佛一样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。啊，跟一切众生都没有界限的，啊，那是佛跟法身大师。啊，与一切众生都没有界限。